新粉洗草是景点的客家料理，同时主题也种含味纯点，也是由客家的后场的同对客家中来的菜天食材，像是擂茶粉、面的味鸡、加入的法国式的甜点都好，每杯也给甜品的食材、生食、上酒、上不到的变化。客家街经过安阳的料理搭配，同客家文化纯特别小味在地。忙出炉之前，归家坐下就几件当香嘞。还看不是讲烤箱打开了后，个香气真紧是无法度形容。新外片个坐下是设计来自无穷宽两百个七百延伸四阿妹研磨个空间。今日主打个商品是法式甜品，做法式甜品过程当讲究，只看到主厨同材料就顺势淋落去了后，各国个食材还能够吃一摆。因为奶油乳酪遇冷之后还是会结块，那我们在倒鲜奶油跟蛋液的时候可能温度会比较低一点，那奶油乳酪 会遇到奶油乳酪在结块的现象，那我们再过筛一次，就是让奶油乳酪的大块可以打成小块，那这样的话口感会更滑顺。对品质的要求之外，今天还希望结合菜体客家庄的食材，本客家料理实在有更多的可能同想象，像是加入擂茶粉，本八十天内落鸡卵糕，充满浓浓的客家茶香。疫情的时间啊，就刚好就种了苗栗市七家的家乡案呢，就都想，其实我就要家乡苗栗县东都东后的食材，当地的食材都做得。去做一个替换，开始节就开始慢慢的慢用一个国外外国的东西来做甜点，就开始用苗栗县的芋圆啊，或者是擂茶，或者是番薯。同时是甜品融入客家元素，是了新西阿妹开店的理念。所以嫩茶的茶味，应该是苗栗的风茶。鸡卵糕是吃得到苗栗的无穷款乡情的特色。开到市区的店面，看起来是一间西式鸡卵糕店，是由同苗栗菜体食材连接的用心。我就是年轻人，在做地做人去家乡，然后带到我就是属于做人。教大家用的是法式的点心，然后用的是安尼的点心，做得品尝到在地的风味。今日个理念脱离言外来，慢慢收到肯定。这些设计应该团聚，难免会有人多意见多的情况。起初的大家还是当伊就会严格，严格必备。一定会，不过我都还是会朝诶较好诶方向前进，去想应用办去解决。人靠自己简单的安乐，是对彭氏含团水清淡的鼓励。今天相信加入客家庄食材的法式甜品下酒茶，是传达理念的关头，也是一本行客多消费者透过吃无穷款的客家料理，了解苗栗的文化同产业之美。客家新闻吴祥平、罗凡新苗栗报道。